我来搬厂了，我们也要搬家喽。你们要搬去哪？搬去民事生活咨询频道，跟凤姐当邻居。这么热闹，怎么可以少我一咖？我正式宣布，我也要加入搬家行列。赶快点击下方链接，加入医学大联盟新家吧。啊，系列啊，有一件报告书真正是十万火急，我银行一定要挂出来。不要紧啊，反正我嘛袂困啊。是讲你这报告是要写好相款，你肯不能碰风的啦。像阿你死阿咧一个月，恁爸闹一间店，一个月赚一百万，我敢有啥让别人做？哎呀，无可能啦！邵静年，我靠，无可能我白来啦。所以有可能就是不爱我。哦，你卖跟我讲哦，你的头家是有可能是遗传的，还是全天台十分耐烦的错误？妈，我拜托你卖管好不好？我该该我自己处理啦。哎，安怎处理？还是讲你要离婚？都快死啊啦！你们几个人好好啦，怎么死啊？你居然把我拖起来啊！那个时阵，恁爸甲我讲，若是讲安尼落去，会害着咱未来一代搁一代的少年人。恁爸安尼做，是为了正义，不是为了要让谁人感激。哎，爸，你卖误会哦。伊是我的股东啊，你先等下会啊。我，小叶，这次会。代表着我对你爱，感谢你关照我。我若想无，你扶我手，心慢慢锁，咱这条路，我牵你写入心中笑，我问你要去佗。请你慢慢讲就好，莫让我惊，我惊你我会找无。你着一寸泪，我对心淹去。你问一声天，两人心，怎含我讲对不起？我若放袂记，你莫惊呀，也莫生气，心若放伫我心事，你一定爱会记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彼时的我已经袂当表示。偷藏着一刻记忆，不忘后世人早一日找到你。我若放袂记，我若放袂记，你莫惊呀，也莫生气。心若放伫我心事，你一定爱会记，我最爱的